人生当中成功只是一时的，失败却是主旋律。但是如何面对失败，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。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，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。我想真正的成熟应该并不是追求完美，而是直面自己的缺憾，这才是生活的本质。罗曼·罗兰说过的，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，并且仍然热爱它。难道向上攀爬的那条路不是比站在顶峰更让人热血澎湃吗？